那第二个例子是用这个 variadic templates 来重写 printf。printf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东西了。printf 形式是什么？这是它的一个用法。前面你可以先指定一个字符串，里头有一些控制符号，后头呢就要呼应这个控制符号去放一些你要输出 print 嘛，要输出的东西，要打印出去的东西。这个例子是从网络上去取得的，有很多的版本，会有都各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差异。像我现在抓的这个版本呢，也有个小差异，在这个地方，导致有一些小的，也不能说是错误，它可以运行，但是执行结果不是非常的理想，我把它改掉了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。这个一开始原始一定不知道是谁的一个发想，有这么一个版本，但是我们在网络上有时候查这个资料啊，不是太容易去找到最原始是谁，然后把它写出来，尊敬他一下。有时候不容易找到最原始的出处。好，现在来看看这个 print，当我这么调用的时候，调用到的是这个函数。这个函数的设计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想要去分解它的，并不是这一个，啊，这个叫做控制。字符串好了，不是要去分解这里啊，这里有几个一二三四，不是靠它，我们要靠的是后面这些参数，用 variadic templates 的手法，所以这个 printf 收到了第一个这个叫控制用的字符串，然后这里就分成两个参数了，这是第一个。这是后面那一堆，一个和后面那一堆，然后就 while loop，既然已经分出第一个参数出来，就赶快到这个控制区里面去找出第一个特殊符号，就这一个。这个找法就用 while loop，每一个 ASCII code 的每一个字符，去一个一个找，看看它是不是等于这个控制符号。如果是的话，而且后面又不是的话，就更加强的去检查。最重要是前面这个。是的话呢，好，我就找到了，表示现在的情况 printf 把这四个参数区分为一和三。一拿到了，那么在这个控制符号里头就也把第一个找到了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把抓到的那第一个参数，这里的15，第一个参数，我这边应该用颜色区分会对你更好一些。这就是这一个，就是这一个，这就是第一个参数，这就是后面那一堆。好，就把第一个参数丢给 cout，这里根本就没有用到这个控制符的第一个符号，这是以前 C 的接口，是给 C 那边看的，现在只是用C 加加的形式模拟它，就简单太多了。你反正不管抓到什么元素，就往 cout 丢。那至于这个元素能不能被 cout 接受，就要看 cout 当初有没有写。我曾经在标准 C 加加标准库里面的最后一部分那个课程啊，有跟大家谈过 cout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，看有没有他有没有写，或者你丢出去的东西，你有没有对这个操作符做重载，这都有一些条件的。但在这一个时间上不管了，反正就要往 cout 丢。万一丢不出去，编译器到这里会停下来出错、报错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printf 本身的设计，这样是没有错的。这个概念也是很对啊。东西能不能往 cout 丢，是你这个东西的事情，跟我 print 有什么关系呢？我 print 的任务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抓出来丢，石头能不能丢给次要的？那要看石头怎么写，石头有没有去做这个操作符的重载。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是正确的。好，丢出去之后，
那个指针，字符串的指针指到这里了，就要继续往下读，因为马上又要分解出下一个参数出来了，所以继续往下读。在这个地方，我在网络上抓到了这个版本呢，它没有加加，所以就会读到下一个，就把这个 D 读出来，然后会打印出来，不太理想。其实还要这一个特殊符号抓到之后，还要跳过它后面那个控制，然后才继续往下读这里的动作。好，然后再一次调用自己。刚刚进入这一个函数的时候是第一个参数跟后面这一堆，现在就把后面这一堆再调用自己，那又分出第一个跟更后面这一堆，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抓出来，然后这一个控制符的这一些特殊符号也一个一个的被取出来，不过取出来是没有用的，其实是根本没有用。欸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根本没有用，那不要去找它吧，干脆就把这里 printf 这四个就一个一个的抓出来，一个一个丢给 C 号就好了，管这个控制符号干什么呢，不要理它了算了。这里是为了要模拟 C 要求你这四个控制符号跟下面这个四个参数个数要吻合，所以他一一取出之后，他现在分出四个参数之后，也找到了四个特殊符号之后，他继续递归调用，这边就写了一个特殊的版本，就终于没有参数可以分解了，变零了。这时候可能后头还有字符串嘛，像这个例子的话，这边读读读读到这里，最后还有这一个符号，换行符号嘛。这个时候他继续往下读，看看这个控制符号这边呢，字符串呢有没有写错，有没有又继续读到这一种控制符号，如果有的话表示这两边不对等，那么以 C 的 printf 来讲这样是错误的，他为了模拟这件事情继续又找到的话，我就抛出异常，这是借用这个 runtime error 这个异常，这个异常呢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，我会另外有一个门课程来探讨。那标准库提供了一些标准的异常让你来使用，我们这个地方就借用 runtime error 放一个字符串进去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主要的运行方式。我们借用 variadic templates 把以前我们可能感觉很难写的这个很特殊的这个 printf 呢，原来这么简单就实现出来了。这是我准备的第二个例子。